老师音乐，睡啊！哦，我他的腿真的很好会走，好会走，而且是不是有那种表情的感觉？如果有机会，你会跟他留赖吗？留赖哦，应该是会不会啊？就如果他方便的话，当然方，你方便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哎呦，哇塞，哇塞！哎，你走心了，你怎么耳朵红了？欢迎上。哦，精美。哦，哎，哇塞，精美精美，这个厉害。上夜你这精美看起来也蛮厉害的。你这个水饺用几颗啊？我有电。有电。对，你眼神有电，眼睛有电，你有电。哎呦，我们好有默契哇！真的是哇，一撩人，真的。这两个都见缝就撩，见缝就撩。你穿这样去参加婚礼，前男友。对啊。你是要气死新娘？可是我有遮住上面，只有露腰跟腿啊，我觉得还好。哎，你侧面站一下，你这个才得了，这个腿是下腰，你还没有若隐若现的这种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喜欢。哎呦。什么？哎呦，飘过去，幽默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知道，来，还有，来来，又是那样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请，这是一张普通的卫生纸，我可以瞬间让它变成一种动物，你相信吗？动物，来喽，动物，看清楚喽，狮子，耶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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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大家可以那个环逛一下，逛一下我们，往前走到这边，然后再走回来。老师音乐，睡啊！哦，我他的腿真的很好会走，好会走，而且是不是有那种表情的感觉？而且，哎，你去参加婚礼，然后新郎来敬酒，偷看你大腿。对，然后他们就好像有听说有回去吵架。新郎被新娘看到，新郎跟对。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喝了一点酒，一定是喝酒。哎，敬酒，哇哇塞，哇呀，哇天啊！然后就送枪战，谁这样子？那他们这样吵架，你有没有罪恶感？哇，还是蛮开心的，因为其实就是去参加他们婚礼会穿这样，就是因为想要让新郎有一点后悔，对，小小的后悔，对。那你让过几个新郎后悔？一个啦，才一个，对，还想让几个后悔，尽量不要了，对，人比人会回答哦。你腰是几寸啊？二三，哇塞，我觉得好像比二三更细，对啊，细哦，对，比康哥的头还颜色的，我叫做比我的头还细。对啊，康哥你的这个头尾，这个三十真的比较大，比较一下，哇塞，遮住了，遮住了，真遮住了，你在后面，你再过来一点。我跟你再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真的，哇，真的，你看，哇哇哇哇，真的，好，对啊，我头围二十三，量好了，三十二，你怎么那么敢讲？宴会人员哈。我希望啊，在这种事情上面，你们不要给我笑成一团啊，笑我很难表演。你去参加婚礼也被当成新娘。对，因为我太早去了，然后就是那个，你都没有这么早去做，吃瓜太饿，太饿，就是比较早去啊，吃瓜，然后就是工作人员就是以为我是新娘，然后就是把我当新娘对待，然后就是那时候好像还遇到，就是有遇到新郎，然后我觉得超尴尬的，因为我不是新娘，哦，把你带到新娘房，然后就开始帮你打扮，对，就是有要把我带过去，对，然后我就有遇到新郎。真的很尴尬。新郎说：“哎，你很适合哎，我是个坏人了哎。”OK 的，那新郎也后悔了那天。也后悔什么？对，后悔真的会哦。哇塞，你们两个觉得他，你们给他几分？哎，没有，我们刚刚从背后，因为我自己在从背后看到他那个腿部的线条，真的是我近几年是看过最完美的，是吗？腿部就是那个，如果有机会，你会跟他留赖吗？留赖哦，应该是
会不会啊？就如果他方便的话，当然方便。你方便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哎呦，哇塞，哇塞！哎，你走心了，你怎么耳朵红了？哦、okay ，没事没事。如果张立忠真的去跟你要来，然后约你出去看电影，你会去吗？方便吗？看电影哦。嗯，对啊，看很一般的。哦，那可以啊。看什么？那什么不一般呢？看电影就是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特别需求的电影啊。看完电影再吃个宵夜可以吗？宵夜哦。嗯，吃个宵夜。你看完电影肚子饿了？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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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再看夜景，如果看夜景，因为搞到天亮了。就是目的。然后再送你回家这样子，整个套装行程。可以啊，送我回家。那如果张立东想要追求你，可不可以？对，追求我。他刚这一整套其实就算在追求喽。嗯，对。相处看看，有机会啊，愿意给机会哦。有机会有男朋友啊？现在有。好，我们先。结果没有人，为什么都掉了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可以可以，有机会有机会，风度。哎，对对对对啊。不是，你还在那边淡掉了，我担心你待会出去被杀，还要跟人家要赖，不要吃下去，嚼死。跟你们聊啊，没有，我在给你丢啊，我在推，等你吞下去。当朋友也可以，当朋友也可以，当朋友也可以，真的好笑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你觉得杨振达好不好笑？怎么会？杨振达好不好笑？你有看过他的电视吗？有。你个人欣赏他吗？张立东比较好笑。哎哎哎，那吞下去了。好，谢谢，来，谢谢。他就是把皮卡丘弄到变形而走红。哇塞！第一次看到皮卡丘眼睛这么开。对，这个连这个可以，应该还是可以。当年他就是把皮卡丘弄到变形而走红。哇塞！第一次看到皮卡丘眼睛这么开。我欢迎总帐皮卡丘。欢迎。细伟啊，细伟啊，细伟啊，你好，细伟啊，细伟啊，细伟啊，可以啊，自我介绍，大家好，我是细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三维是吸引了，34F2536，现在是做，目前是学生，还有你一直在学哦 ，S G S G 是什么？下岗还在发育，修过，修过 S G 哦 S G 来，下岗是什么？来，请看，干嘛？阿尤阿尤呀，这是妙蛙种子，另外一种种子，太肿了吧？这种子不是，它的腹部也真的很漂亮，哎，腰线很好看。哦，你这样棒哎，你有没有在运动？一点点，而且你看他那个黑色内裤上面呢，还有一条，对对对对，开口笑，这个解释一下，这个到底是什么用途？不是，你看这张还需要解释？哇，这个好像，那皮卡丘瓦解，不是在一个废墟，然后出现这样的皮卡丘，能不抓吗？一定要补，一定要补。我告诉你，香蕉什么草莓什么，他都喂了，我跟你讲，他收在宝贝球里，一定要用黑球，这样用黑球，不然跑掉。